哦，不要哦。Toy Black， 你是什么职业？我是村民。你村民，所以死了也没关系。我验一下，验一下，验一下，你是什么？我跟这个啊，我跟这个跑掉了。Lumi， 你是什么？我是村民。啊。怎么这两个反应？村民吗？怎么又被烧到？我不相信你，我不相信，我相信的只有自己。不是 ，FBI。哎、欸，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你是村民吗？对，你这已经验过我了，你有没有看到我？我没有验过你，我怀疑你。等一下，刚刚是什么东西？你们怎么验的？我反正我就只要把大家都杀了，我就可以获胜了。太凶了，太凶了，太凶了！除了我自己以外，别人都别想活。有人你有职业吗？走开，走开，你走开。你有身份吗？我村民啊。村民，村民有这么多哦，村民这么多哦，为什么三个人珍珠会在这里啊？怎么我找了三个人都是村民啊？这么好伤啊！我还打飞我，走开！你是不是要亮武器？你是不是要亮武器了？是谁？我是蠢蛋，蠢蛋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自演自演自演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你真的是村民，我相信你。洋洋是好人，保护你，保护你，对不起。你也杀太快了吧！可怕！巧克力根本就是狼人，我哎，狼人不能拿剑吧？杀到狼了，被狼人咬到了。珍珠在这里不能用啦。对啊。啊！我被狼人杀啊！我游这么快？怎么办？我觉得狼人好像做了一件好事哎。哎呀，没有这么多村民好不好？村民也才三个人。哎，你别吓我好不好？怎么可能？我刚好点到三个都拉死一片了，危险危险！哦哟，应该吓到。我觉得这一场场地很小，可能只有两个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还没用那个，我怎么知道我是蠢蛋还是预言家啦？用一下，死啦！用了，我想说看到斧头就要用，结果来不及。繁星，你是不是卡住了？没有啊，他的位置好赞哦，为什么？哦，他只是躲起来，没事没事。我觉得可以靠繁星赢，不行啦，不行啊，这边挡太多了啦，东西才可以啊。嗯，这位置有点猛，这位置有点猛。等那个箱子刷新啊，等啊，我就等啊，慢慢慢慢刷新。我可以讲，所以我说可以靠繁星赢啊，还要合成团啊，我是赢了。团团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是预言家，写车道那个人真的是狼人。我，但是不能讲了，不能讲，不能讲。跟我上一场一样，对，为什么我一死掉，我知道我是蠢蛋吗？因为我被我测的那个人杀死，然后他说他是村民，笑死！他自己说你是什么？我是蠢蛋，他自己都是蠢蛋命哎，为什么？对啊，来来来来，天了啦！他一定有特别调整，嗯，啊，找作者。为什么我是蠢蛋？找神机。哦，我现在才看懂，原来我一大半的地图是破图。他说这是破图小彩蛋。为什么？难怪我觉得凡星躲的地方也太猛了。哎，你叫什么？没有，活着人聊天就好。哎、欸，那我在现在的状态可以重登看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反正你既然也是观察者吧，啊、反正也是死掉了。哇，这里好酷哦！你说我这吗？对啊，哪里？繁星影那好酷哦！繁星是不是？繁星影那好猛哦！你以后想不想住这里？想，繁星影那边好厉害啊！不要啊！我这个，可是他们至少狼人还是会有发光。哇，圆这地方好神秘哦！哎呦，我觉得我这样是很可爱啊！啊，死去！哇，剩三个人，哇，会不到哎！嗯，哎呦，哇，剩三个人，哇，好大啊！两个都是当初是啊，我觉得繁星这个动作很像在自动钓鱼机，钓鱼机，你请他们说话啊，好想，二零杰克多说话啊，怎么了？真的说话，你们觉得谁是杀手啊？哦，真的好难猜哦，对啊，
好难猜哦。位置好棒哦，可你会不会游泳？我不会。我装了镜子，哦，这有玻璃。算了，明天再来。明天再来。明天再来，明天再来，明天再来。好烦哦，那个。很猛哎、欸，这个位置这边很难、啊，真的很难找啊，真的。之前要很厉害的人。二零，你是什么？我是想话好人，好人是个坏人。直接 Q 了，直接 Q。我是丁敏。这么早说话嘛？剩下你们三个人了。我好想拿。第三天喽，第三天喽。拿把圣剑哦，想把二零杀掉。奇怪哦，在这里。哦，那么多的烟粉要干嘛啦？烟粉只要一个。哇，他的设计好酷哦！这边真的是蛮，对啊，蛮会钻的。真的，那个小肚子要缩一下，小腹。我刚想不要缩小肚子，小肚子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代表繁星没有小肚子。啊，每天都在看大家各种的美人鱼，真的。啊，可以换啊哈啊哈！哦，第几天啊？棒棒也太多根了吧？第三天，下一天就可以了。太多棒棒了啦！太多，太棒棒。五根了哎、欸，五根，五根棒棒，五根了，有啊，你要不要？哇，好猛啊！这会受不了啊！要结束了，要晚上喽，要晚上喽，哦，要晚上喽，要合成出来七个玻璃，一个幽灵之泪。哇！我没有中介珍珠跟幽灵之泪啊，这里也不能用啊，没关系。真的真的好想你，不是讲的。这装的很好哎、欸，那个很、啊，对啊，厉害，懂不懂哦？真的是自己家、欸，真的是你家哎、欸，这个好会哦、喔，这个有泥鳅钻进来了，有泥鳅，有泥鳅啊，泥鳅啊！感谢订阅，卢米是狼人，你看，所以我有抓到。傻眼！我杀 Koye Blag 跟 Lumi 杀两个人，有一个是狼人，这几率够好了，好不好？ Koye Blag 我血了！我赶快洗刷一下啊！真的，别怪我啊！一换一大赚特赚啊！赚啊！不亏不亏不亏啊！被霸凌的两个没霸凌。哎、欸，这关两个狼人好了。嗯，我觉得狼人太强了，他在水里喝那个药水还会加速，而且卡一下就死掉了。嗯、对啊、那这关多一个彩蛋。好啊，不要又是很多跳预言家哦。好困扰，欢迎大家都跳预言家，没问题。大家都说我是预言家哦，我是预言家哦，预言家要尊重点哦。然后老人也加入预言家。还要趁乱，我是预言家哦。来喽，三二一 ，Go Go！ 我要去我家了。哎、哦欸，我预言家，我预言家，我预言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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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预言家，我预言家哦。注意一点哦，不要杀我哦，可以了，可以撤位了哦。预言家，我看你预言家是不要进我，预言家顶多三个，走开，走开。我怎么都没有消子啊？所以如果是蠢蛋，他预言的都是一定是错的吧？嗯，一定是错的，一定是错的。那他自己不会知道。可是你就是比方说，你预言对方是村民，他可能其实是女巫。之类的，对，就不一定。然后放技能，他就放本来那个技能本来应该是什么？给抗性，但是他给变成缓速，变成缓速。哦，或者蠢蛋说某人是狼人，那他一定不是狼人。对，至少可以确定。哦，谁来我家？没敲门。嗨，我要来。你家一定会很多人去啊！完蛋了。
我找不到我家的宝箱家了，我找不到我家的宝箱在哪里啊？完蛋了，我迷路了，又迷路了。这里，对啊，这里，而且这里都是杂草、欸、哦，杂草丛生呢、欸。哎呦，妖修鬼，很难有妖修鬼子。哎呦喂呀！哦，这是痛了，痛了。哎呦喂呀！哎呦喂呀！我怎么那么容易迷路？扛住吗？我家要死了，我家要死一排，我家要死一排。我们完了，要晚上了，晚上喽！完了完了，晚上了，晚上了。哎，飞起来，飞起来，飞起来！晚上了，游泳，游泳，游泳，忍术，游泳，游泳，游泳。有人已经认清自己了吗？你是谁？你为什么一直在扣血？你是谁？你干嘛？我要死了！我要死了！等一下，我真的当到预言家，我把你找过来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哇！我记得陈哇，那个你是蠢蛋。我是猎人，我把他找来跟我伙伴，结果他不是游泳姿，他被夹死。真的是蠢蛋了，真的是蠢蛋了，蠢蛋了！你这个蠢蛋，真的是蠢蛋了！哇塞，他的技能加持好快哦，货真价实的蠢蛋！发光了，发光了！猎人还是哦，这是女巫的反射的，那几个都是狼人，哦，杀了猎人，好恐怖哦！杀猎人。很恐怖哦，太可怕了！有仇恨，有仇恨，这个有仇恨值。我把你拉过来验明彼此啊！哎呀，哦，对不起，完了，团团感觉就是坏人，不是呀？他的口气怪怪的，光光，感觉怪怪的，小心哦！哎呦，你才怪怪的了！哎呦，我要找你，好可怕！我刚死到旁边，这明明的尸体可以验明我。啊！你们在这边哦，我要去找箱子了。再见。那是哪？完蛋了，直接迷路。我要为什么我少一堆玻璃没有那个啦？炼粉没有其他的。我有炼粉，我有炼粉。我有炼粉。我只有玻璃。到中间，到中间，到中间。我有珍珠。我这才第二，这才第二天而已。不要太相信别人的话语。可以。哇塞！我相信哈记，我相信哈记。我在正中间，我在正中间。你中间是哪里呀？那个有村民那边。哦，有村民那个。来，哈记。哎，那炼粉我丢中间，丢中间丢去哦。哪里？上面头上往下滑，往下滑。我觉得你们几个都是坏人。快！全部都。哇，飞过去了，飞过去了，飞过去了啦！玻璃。村民后面，村民后面，村民后面。快要结束了。村民后面啊。我丢出来！不要过来了。反正你没捡完哦。我捡好枪哦。谁说自己是那个跟预言家？我只有听到一堆人说他是蠢蛋。他记得他成功了。啊，你预言了什么？恶灵是蠢蛋。都是你。团团是狼人。团团是狼人。哇！阿基快回来！哎呀，已经快要结束了，那就不要啦！狼人不要了，你是谁？了，不要了！你也是好人，你也是好人，朱敏，我把你招过来的，我一定好人。我是好人，我是好人。你要不要把那个放箱子？那放箱子不要演了，团团不要啦，团团你变态，恶心，把他留钉子。他已经演了，演了，演了。什么？你变态啦！你不要啦！没有要演了啊！哎呦，来啦！你变态！你不要勾着我屁股啊！嗯哼，我是猎人，我才可放放把你冲过来。感觉忍者是不是很难追啊？对，忍者来的，不会哦。嘿嘿嘿嘿嘿嘿。我是不是刚经过一个狼人啊？天哪！卢米是平民是不是？我是平民。你好像有经过。你有炼粉，你有炼粉。天哪！没有。天哪！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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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我拿一个这个，我给你一个这个。天哪！我们谁偷的？是什么的？好可怕！好可怕！你那边还差什么？加油！呀呀呀呀呀！里面还有多的玻璃，你拿。妙花，你这个。好，我们两个人都可以制作。很棒吧？
太夸张了，晚上会白天啦，白天啦，好屌、哦，六号人超屌的，天哪！对啊，你知道我刚刚看到好多人从我下面游过去啊，团团哈记繁星三个狼人，还狼个头啦！哎、我狼，我狼的话我还可以用技能啊，我狼的话我还怕他们啊，我忍术一开始就说忍术忍术了哦。珍珠玻璃给你。哈基，你什么？等一下。我是演员。原来是你哦、喔、哟！刚刚在里面找狼人杀狼人，你把我砍了！我就想说有两个狼啊，一个都没感觉，所以想说不是哈基，那应该就是繁星了。那时候有一个没有，我相信你，所以我刚刚没有动到。你骗我！我刚都是要亮刀，你知道吗？武器我没有杀你，不然我刚刚可以动手了。你刚质疑我，苍蝇灰了，你知道吗？